是芝麻。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的芝麻开门特别节目《挑战大现场》。在我们《挑战大现场》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同学们到很多好玩又特别的地方，有工厂，有山川，有河流，还有学校。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我们的游戏你在家你玩不了，我们的现场挑战的是你的智慧、你的体能，还有你们的团队协作精神。今天我们的挑战现场来到了哪里呢？请看，哇，有山有水，还有一座塔。这座塔呀、叫做崇圣塔。这里呢就是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的小布谷村。这是一个古村落，古香古色，还有着非常好的国学传统。在这里的孩子们都可以接受非常好的国学教育。这么优美的风景，这么好的学术传统，那今天我们的比赛一定非常特别，非常有意思。那究竟是哪六位队员能够如此幸运的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现场呢？大家好，我是高尔夫王子江锦瑞。大家好，我是游得最快的美人鱼吴亦菲。大家好，我是乒乓球王子罗宇文。我们是运动小将队，我们的口号是：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加油！大家好，我是会打爵士鼓的擎天柱秦春浩。大家好，我是爱跳舞的胡倩怡。大家好，我是会唱歌的乡村黑猪何湘中。我们是艺术家队，我们的口号是艺术艺术无人能及，艺术艺术我是第一，我们都是艺术家，加油。运动小将队、艺术家队六个人，我发现声音都很好。我想问一下两队同学，我们挑战大现场的比赛今天只有一个冠军，谁想成为冠军？哇！嘿嘿，听我说一下规则啊，我们的比赛一共分为五轮，哪队赢得了更多轮次的胜利，就会获得今天的冠军，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所以得一轮一轮比完了看。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轮比赛，对抗大竞技。比赛之前，咱们得先学射箭，因为这射箭和今天比赛有关系。你们会射箭吗？不会。没事，我也不会，所以我请了老师给咱们指导一下。老师您告诉我们一下射箭的要领是什么？好，那小同学们看这边，这个左手握弓，然后握着这个弓的中间位置，这样，然后右手搭弦，这个箭跟弓是垂直的，一个垂直的这个中线位置，然后左手的食指稍微抵一点点，拇指搭住箭尾，两脚自然分开，拉弓，差不多这个箭拉到嘴角的位置，然后看准了就射击。哎，老师讲得很清楚，我们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每个人有一次练习的机会，好吧？好。练习一次，比赛开始，好吗？好。好，来吧。射箭是我国古代六艺之一，它不但是杀敌卫国的技术，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体育活动。同学们现在学习这种传统技艺，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身体、陶冶情操的方法。哇，不错！嘿，你看看，你看看，不见得这男生厉害，对不对？哇，可以。没事，那边没有小动物，你放心吧。拉开，对，哇，这事儿我觉得这事儿是一小概率事件，看看，哇，不错呀，好，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轮比赛我们叫翻墙、过桥、射靶心。刚才练箭只是最终一个关键，前面我们还要走过这样的浮桥，翻过那样的蜘蛛网的墙，最终到箭靶处射箭。哪队射中箭靶用时更短，哪队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听清楚规则了吗？听清楚了。这就是我们对抗大竞技的内容。好，现在我想问一下，哪队想先来比？他们。好，都愿意指别人是吧？那好，咱们剪刀石头布来，准备啊，一局定胜负啊，石头剪刀布，谁先比？他。
好，你们对抗大竞技，翻墙过桥射靶心，运动小将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三、二、一，开始。前面不能太晃，你前面太晃的话，会对后面同学产生影响的，尤其是女同学要小心。哎呦！垫子太恐怖了。如果脚落地了，我们就要从头开始啊，就谁脚落地，谁就要从起点重新再开始。你怎么落后这么多？好，心高兴没办法。哦，中间有一个很长的很远的距离。等我。快点啦！运动小将队的罗玉文率先通过了原木浮桥，他快速的冲向了绳索蜘蛛墙，奋力的向上爬。紧接着，吴亦飞也过来了。就剩下江景瑞还在原木浮桥上晃晃悠悠地前进着。对，你已经孤独地用时1分07秒了，还没过去这个独木桥呢。快快快！你可以翻那边也可以啊。得翻过去啊，得翻过去。注意安全啊，小心。没事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设计过的，只要你按照那个格走，肯定不会有危险的。不是你们怕，是就你一个人怕。我也好怕呀。必须3个人都翻过墙，你才能去射箭啊，有一个人没翻过墙是不能射箭的。你要挂在这儿，那这个比赛就在你这儿的就终结了啊。耶，我翻过来了。你们第二回翻过来了，那你得帮帮他呀。我一飞加油。没事，这有垫子啊，这有垫子，你看抓住。你们可以帮他把脚拖一下或者什么的啊。对，让他爬一下就可以。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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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得3个人都翻过来才能射箭啊。好，每个人射一次啊。不行，换人，快快快换人。我天哪，你这箭都怎么跑那边去了？箭不应该在那边这边吗？4分钟了，第二轮射箭了啊！刚才练习中，这位女生曾经射中过。哇！女同学，你是怎么做到的？第一下完全偏离靶心，第二下，这10哎！哇！运气不错啊，运气不错。好，不用拔了，不用拔，不用拔，不用拔，好。赢了！谁让你们赢了？你们的用时是4分19秒。接下来我们看看身着红色队服的艺术家队能不能超过他们。艺术家队做好准备，计时。哎，等一下，芝麻哥哥，芝麻哥哥，我们先商量一下对策。什么对策？说吧。不，现在没别人了，人家已经比完了，4分19秒，你们就想怎么样是4分18秒完成任务就行。还整这小声呢，谁先走？我，你先，他先走。其实我觉得女生先走比较好，因为后越往后越晃的。你们自己琢磨啊。是的，要不你先走，我在后面我抓稳。你看看，所谓的商量对策，最终还是听了芝麻的一言相劝。计时开始。好快啊！哇，哎，掉地下了，从头来的。那最后一个走是最晃悠的，小心点啊，小心点啊。看好你的肚子啊！放心吧，我的肚子是不会掉下去的。哇！
对，是，我是怕你一低头没看见脚尖，看见肚子了，这容易。啊啊啊啊！不要咬了，你们没咬。哎呀！哎呀！哎，你们是跑了，你们没看见这现在都晃成什么样了？快翻墙！走，加油！你们怎么把女同学赶到那边去了？哎呀妈！哎，你翻不来。没事，加油。啊，他说我翻不过来，没事。我以为他要帮忙呢，你加油啊！我不管你了，快帮忙去。好，啊、那个小帆，加油！底下有电的，快点啊！小琴能过来吗？能。你确定吗？你现在是在干什么？你别倒栽葱啊！好，那个小帆，小帆，哎，你还挺灵活，我发现。下山。好，那个小帆。有点蜘蛛侠的感觉。好，快，你们现在只用了1分40秒，比他们快多了。加油，快点。好，快来射箭，就看你们射得准不准了。加油，我相信你。哇，差一点。告诉他要领啊，告诉他要领啊，帮忙啊。小心滑到手，加油。对，小心滑到手。拿过来，这不是弓箭吗？哎呀！我们那边是有摄影师的啊，小心！我操！那不一定，你看这射弓箭，你们已经耽误好久了。你看，人家刚才第5箭就射中了。快，加油！快来，还有时间啊！加油！回家给我相信你。哇！这也算啊，这是箭有点歪啊，还行，算是在里面啊。是一，刚才你们对手可射中的是10，但我们的要求是只要射中箭靶就可以。那么究竟他们用了多少时间呢？一会儿我再告诉大家。你们的最终用时是4分19秒，他们如果是超过4分19秒就输了，对吧？低于4分19秒就赢了，对吧？4分19秒，你们的成绩是3分58秒。第一轮比赛，艺术家队获胜。当然了，论准确度，这边的运动小将运动能力确实更强，射中了我们的靶心。可是根据我们的规则，我们只要射中箭靶就可以，对同学们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这轮团队协作更加出色的这边艺术家队获得了比赛胜利。当然了，比赛是一轮轮进行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轮比赛，你们有没有信心超过他们？好，马上进入第二轮问答大比拼。问答大比拼，高台抢答。现在我身边两个高台，同学们都站在了台子上。一会儿，每位同学都要回答芝麻提出的问题，当然是抢答的方式。两队同学同时在上面啊，两位同学抢答，谁答对了就可以得分，同时可以优雅的转身走下高台，而答错的同学或者没有机会答题的同学，对不起，你只能跳下来了。当然底下我们有垫子，是一种保护啊。好，两队排好你们的顺序，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开始抢答。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听题，请问湖南省面积最大的湖泊是什么？洞庭湖、太湖、巢湖、鄱阳湖，请选择。我知道。好。洞庭湖。什么？洞庭湖。他回答正确，加1分。跳。赶紧，抓紧时间。
一二三，我不敢跳。嘿，你不刚试过了吗？快点，来吧，快点啊！这会儿扭扭捏捏没用啊。小友，我相信你。你不能这么笨，就正常的跳下去啊！你还穿着气垫鞋，快啊！好，好，回去啊，走下去换人。好，请听题：端午节是农历的哪一天？五月初五、八月十五、正月十五，请选择。农历这个生日哪再说一下哪天？你的答案是什么？正月十五。笑。你现在只有对没有错了啊！五月初五、八月十五、正月十五，答案。五月初五。回答正确。好，走下来吧，换人。请听题：美术中的三原色指的是哪三种颜色？红、黄、蓝，红、黄、绿，红、白、蓝，请选择。红、黄、蓝。什么？什么？红、黄、蓝。啊？红、黄、蓝。但是这边先做出了正确答案，所以请跳。可惜了，回答正确加一分。请听题：下面哪一个省份不和湖南省交界？广东、湖北、陕西，请选择。陕西。率先做出答案的是我们的艺术家队，回答着，我还没说完他就跳了。你好主动啊，特别好，再见，再见。好，恭喜你再得一分啊，三比一。请听题，请问马是怎么睡觉的？站着睡、卧着睡、躺着睡，还是趴着睡？请回答。站着睡。好快啊，这边哈，这边快是吧？好，同时啊，感觉同时，但是这边更快一点点，所以都答对了。马是站着睡觉，那对不起，请跳吧。跳的还挺帅气啊。好，三比二，请听题：郴州最有名的地方戏曲是昆曲、黄梅戏、京剧，请抢答。黄梅戏、昆曲。黄梅戏，请跳。昆曲，你答对了。耶、yeah. ！好，三比三平。好，换人。请听题：我们通常所吃的葵花籽儿，是指的向日葵的哪个部分？根、茎、花朵，还是果实？请抢答。果实。什么？果实。你不用跳了，跳吧。果实，回答正确。你可以转身走下去了。请问，声音在摄氏十五度的时候，它的速度是每秒钟340米。那么请问光速每秒钟是多少呢？3万公里、30万公里，还是300万公里，请选择，请抢答。多少？多少？300万左右。300万。30万。30万。300万。这边，你跳吧。正确答案30万。你答对了。我太厉害了。请听题：现在什么数字是全世界通用的？没有选项，请抢答。阿拉伯。什么数字？阿拉伯数字。回答正确，请跳吧。问答大比拼三轮的题目都已经结束了，9道题过后，最终答对5道的队伍获胜了。答对5道的就是我这边的运动小将队，恭喜你们！耶、yeah! ！第2轮比赛，运动小将队获胜。
好，现在比分打成了1-1。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两队同学你们配合的默契程度了，那就是第三轮默契大对决，你们想跳就跳，想转身就转身，随便吧。默契大对决，第三轮比赛，咱们比的是背诵三字经，叫很默契的比赛。三字经啊，其实呢，是古代的一个启蒙用的教材，很经典。三字经究竟讲了什么呢？今天我请到了一些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三字经是怎么回事。现在请老师们为我们背诵三字经，开始，开始。开始，老师们，三字经开始。人之初，预备起。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偏，教之道，贵以专。亲父母，则邻俗，子不学，问其祖。授天长，有一方，教五史，名俱扬。好，老师们，请问你们几岁了？几岁？我六岁。我八岁。八岁。我四岁，我五岁，我六岁。你看，几位三四五六岁的小朋友，老师穿得很专业，把三字经背诵得很熟练。你们平时对三字经有了解吗？有。你能背到多少啊？背到哪仨字儿？不仨字儿好吧？你们这边呢？有点了解啊，其实他说的有点保守。刚才我看到你们对三字经好像还是听他们讲的时候，好像还是能接触一点下句来的。没事，不要求你们通篇去背啊，可能要花很多时间。这轮比赛，我们会给你们提前一些学习的时间。让你们向老师们请教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之后每队有5分钟的时间来进行比赛，我会给你们随机的出一些三字经当中的上句，让你们对出下一句，但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设计，要戴上一个耳机，哎，不能受任何干扰。通过这样的比赛机制，每队答中的下句准确的更多，每队就会赢得这轮比赛的胜利，明白了吗？明白了。好，现在就是我们的学习时间。好，可以了，老师们开始吧。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性相近，性相近，习相远，习相远，子不学，问其祖，问其祖。现在啊，你学了不少了，现在老师们休息一会儿，你们自己自习一会儿，自学一会儿啊，把课本交给我们的同学们啊。一好，向右转，齐步走，再见，老师们再见。老师们走了，看看他们究竟能学成什么样。四四方应乎中，四见闻，知某数，识某文。融四岁，能让梨。融四岁，能让梨。看到这两位了吗？现在他们感觉好像有点不太正常，因为他们的耳机当中有非常……什么？我以为你叫我呢。戴上耳机。我们唱的高音，戴好。看到这两位同学了吗？现在他们戴着耳机，里面放着很强烈的动感的音乐，为什么呢？为了让他们听不见我们说的话。接下来我就要给一位同学展示三字经当中任意上半句，由他来负责说出上半句，两位负责根据他的口型猜出下半句，5分钟，看他们究竟能猜对多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他们不知道。
是没有用的。三纲者，三纲者是天地人。人之初，啊，人之初，性本善，子不学，非所宜。教五子，名俱扬。教不严，师之惰。融四岁，啊，能让梨。知某数，识某文。性相近，性相近。再做浮夸一点，浮夸一点。性相近，就是要看到喉咙。相远。好，时间到，不错啊，五分钟时间内你们一共答对了13句，耶，很棒啊。接下来看看你们的对手能不能超过你们，准备计时开始。就知道惠子川，杜燕山，有一方香九黎，能威吉，知某数，识某文，百儿仙，百儿仙。我用上一个同学说啊，你表演的浮夸一点好吗？百儿仙，百儿仙。他的老外，你看你的嘴要裂开了，他就赢了。你的嘴要裂开啊。袁春象是谁？袁春象，袁春象，我知道。你知道吗？对，子四十，子四十，力不穷。对，细雨长，细雨长。时间到，一千字。时间到，时间到，一千字。时间到，好，你们现在。你们一共答对了17句，你们的对手答对了13句，你们赢了。耶！第三轮比赛，运动小将队获胜。哇！现在三轮比赛过后，我们的这边运动小将队以2-1暂时领先。接下来我们看看第四轮对手能不能迎头赶上，那就是我们的下轮比赛，智勇大较量。三关比赛之后啊，咱们先休息一下，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小布谷村里很漂亮，对吧？有山有水，还有小桥，你看啊，这还有小溪。其实你看，里面还有很多鱼，能看见吗？看到鱼了吧？是的。哎，看到鱼就对了。这关比赛就在这儿，跟鱼有关，究竟是什么呢？别着急，我仔细告诉你。来，智勇大较量，古月抢抓鱼。本轮比赛，同学们要在悠扬的鼓乐声中比赛捉鱼，看谁捉鱼的本领高。当然了，捉鱼得有工具，我们给同学们提供了4种工具，分别是什么呢？请看，洗脸盆，它有这样一个不锈钢的盆子，还带眼儿的，带眼儿的，塑料袋，还有一个抓鱼的一个小渔网，对吧？也可以铺蝴蝶，好像。哎，究竟选什么工具呢？你们要靠比赛去赢得工具。我们比的是看谁先眨眼。两队同学依次比拼，谁后眨眼谁选工具，一共4样工具，获胜的队先选，输的队后选，明白了？好，眨眼选工具，比赛开始，准备啊！我手拿开之后就不能眨眼了，1、2、3，请睁眼。看谁先眨眼啊？好，你找了，好，小工具，哇，好，跳走了网钩，好，第二个队员上，
三二一，哇，两个人眼睛都好大，都像鱼一样动着，好厉害。你先找了是不是？好，可以挑一样工具。这个盆子，老大。好，小盆啊。你只能挑一样啊，第三位，三号。你一笑就会眨眼呢，准备，三，二，一。你是不是眨眼了？眨眼了，再挑一样。你现在只能选一样，你选一样，剩下的就归你的对手。想想这个工具是要在水里用的，就选择。选走了塑料袋是吗？不能改了。好，拿走塑料袋。你们队其实一硬一软比较好。你看现在啊，这是一个软硬之间的比拼。你看这边俩硬盆，这边俩软袋。对，哎，究竟是软体的比较适合捕鱼，还是大容器比较适合捕鱼呢？我们一会儿在比赛中见分晓。选好了工具，后面的乐队也准备好了，一会儿听着古乐曲就可以欢快的去捕鱼了。我们的捕鱼范围两个滤网之间，每首古曲的时长大约是三分钟左右。本轮比赛三局两胜，每一局哪队捞出的鱼更多，哪队就获胜。三轮过后，获得两轮以上胜利的队伍就会赢得本轮比赛的胜利，明白了吗？明白了。好，准备，音乐起，出发。你看他们有点像欣赏音乐的样子吗？都奔着鱼就去了，对鱼温柔点啊。哇，你在用手吗？啊，多金没得，别练乱捞一通不行。塑料袋好用吗？好用，挺好用啊。对吧，我就跟你说塑料袋到水里它就自动贴在一起了，是不是？你们不是把水搅浑，你们是要捉鱼。请你们用优雅的动作配合这优雅的音乐好吗？你们是把水都踩浑了吧？啊，最终发现还是用手最快是吧？你对鱼温柔点行吗？别扔进去行吗？你对它温柔点啊！看到红队的同学抓到了鱼，蓝队的同学有些着急了。哪有鱼？你看着天，你问哪有鱼，你能找到吗？蓝队的另一名男生罗玉文一直不愿意下水。这时候他决定下水去试试，可是刚站了一下，他觉得水有点凉，又上到了岸上，继续在岸上用他的渔网捞鱼。我的妈呀，赶紧换。罗玉文，这样捞得到鱼吗？与蓝队相反，红队的两名男生一直在水里互相配合着抓鱼。瞧，何香中为了能抓到鱼，还爬到了桥墩底下去摸鱼。在那头，都在那头啊，鱼在那头，这边有。这时候音乐渐渐的停止了，罗玉文还是一无所获。好，时间到。第一轮，艺术家队抓住一条鱼，运动小将队一无所获。1-0，好，回到起点位置。倒霉。好，第二轮准备，音乐起。他们又下水了，水又变浑浊了。哪
我觉得鱼可能会在两个角落里面。听芝麻哥哥说鱼可能会在两头的滤网处，大家赶紧跑向了这里。可是蓝队的罗玉文却始终不肯下水。瞧，红队的秦琛浩站在水里，特别认真地用塑料盆在抓鱼。可是好像这个工具不是太好用，同学们一下水把水都弄浑了，鱼儿们都藏起来了。这时候无论是塑料盆还是带网眼的这个盆子似乎都不太好用，靠两只手浑水摸鱼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太弱了，这里面只是条鱼，瞧，还是荷香中这个浑水摸鱼的办法管用吧，他已经抓到两条鱼了。看到这个办法管用，荷香中在水里摸得更起劲儿了，简直就是在水里游泳。虽然衣服都湿透了，可是看他好像很开心的样子。这时候蓝队的江景瑞着急了，看到队友罗玉文拿着渔网始终不肯下水捞鱼，他想要把渔网拿过来，可是罗玉文却不肯给他。不要下水。那你就把渔网赶紧给队友啊，你又不愿意下水，你赶紧把渔网给队友。打死我也不要。何江冲，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音乐渐渐地停止了。好，音乐停了，时间到了。好，现在两轮比赛，总共艺术家队抓到两条鱼。其实我们的水里，我跟你们说啊，有几十条鱼，所以仔细找，在深处，最深也没过你的膝盖，是不是？其实这个水，所以不用害怕。准备第三轮，音乐起。这回罗玉文终于下水了，看上去很开心嘛。你不是在玩水，你在抓鱼，用好你的工具。快快快，这方又抓到鱼了。这回红队又抓到了一条鱼，现在他们的桶里有三条鱼了。罗玉文还在水里寻寻觅觅，不知道他这次能否抓到鱼呢。你得先找到鱼才用渔网去抓，你的渔网永远飘在水面上怎么抓呢，对不对？你的渔网不能只飘在水面上啊。抓到了，抓到了，看是不是很快。终于蓝队也抓到了一条鱼，哎呀掉出来了，赶快抓回水桶里。这回罗玉文可开心了。你们拿手看是不是，你放到盆里你来抓呀。现在无论比赛成绩怎样，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玩耍中。全身湿透了的请举手，认为自己湿了一半的请举手，认为自己没沾水的请举手。不可能，连我你看都被他们全部打湿了，这身上都是水啊，我鞋里都湿了。哎呀，刚才你们是在水里，我看有的人你怎么开始游泳了都。哎，说说这关游戏感觉怎么样？好玩，好艰难，抓得好艰难。先说一下工具，你们觉得哪个工具最有效？这个渔网。这个我
这个。哪个？这个。其实我们通过最终结果发现，还是这个最有效啊。那这位同学自己徒手捞了三条是吧？四条。徒手捞了四条。这全是他捞的。是吧？嗯。你捞上来几条？我捞上了一条。对。对。你捞上来了一条，结果你现在你看他这下雨也没这么惨呢，你这基本上相当于是跳水了，就是啊，我还想游，还想游，你得问鱼想不想让你游，啊，对待鱼啊，我们下次要友好一点，好不好？现在我来宣布一下比赛结果，本轮比赛根据三局两胜的规则，最终获得胜利的就是这边的艺术家队，恭喜你们！第四轮比赛，艺术家队获胜，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2。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比赛，创意大测试。让我在心里唱，让山在水唱。创意大测试，古村拼贴画。第五轮比赛了，两队之前2-2，这轮是决胜局。我们在小布谷村也玩了一天了，对这个村子应该有很多很多感受了。今天玩的怎么样？比的怎么样？学到了什么？在最后一轮，希望你们把这些都表现在自己的创意画作里。我们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材料，有一些植物，还有一些陶泥啊、彩泥啊等等等等。你们可以运用我们提供的材料，在半小时的时间内，以小布谷村为主题，任意发挥你们的想象和创意，制作一幅拼贴画。哪队的拼贴画一会儿获得了更多大众评委的青睐，赢得了更多的票数，就会获得决胜局的胜利。听清楚规则了吗？听清楚了。好，你们的画作只要跟小布谷村有关就可以，可以想想未来，可以回忆一下过去，可以把自己加进去，这些都可以。好，准备计时开始。两队同学将怎样来制作自己的创意拼贴画呢？现在大家都在激烈的讨论着。不一会儿，只见蓝队同学在画板上布置了一些树叶，然后用橡皮泥做了些小动物，用纸盒做了一所小房子。哎，这是做什么？画上了这么鲜艳的色彩。另一边的红队同学怎么好像是在做面食？哈哈，原来他们是在用橡皮泥捏出各种造型。用颜料来涂出蓝天，画上一个鲜红的太阳，天空中飞翔的鸟儿，然后再用绿色植物来装点一下环境。两队同学都在抓紧时间进行创作，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期待着他们的创意作品呢？好的，两队同学的创意拼贴画已经做好了，现在我们请他们分别来讲述一下。别着急，我们现场已经请到了11位大众评委，就在这边，你们现在讲啊，是对他们讲，让他们听完了觉得谁好，谁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票数，赢得这轮决胜局的比赛。所以你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拉票的环节。好，首先有请我们这边的艺术家队率先开始介绍。评委们看，我们这是画的小布谷村，是未来的小布谷村。我们把小布谷村整体是建在的天空之上，这是我们小布谷村最大的特点，就是小布谷村主要是以环保绿色为主题。你看，你们看这边种了很多草坪啊、大树啊，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绿茵场，这边是我们的湖泊，这就是小布那边的湖，然后这边是一个四大神兽中的龙，这是我们的大白，是守护我们这片湖的，这是我们小布最基本的标志，我们是做了一个未来的小布标志，十分的好看。还有中间的这座宝塔，这座是我们的玲珑宝塔，这是晒谷堆，寓意着五谷丰登。现在有请我们这边的运动小将队来做介绍。我们创作的是一个现代的小布谷村，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清澈的湖水，还有草地，有大树，然后这里是古代一些房子，而这里呢是晒谷堆，象征着未来小布可以非常的发达，五谷丰登。
这个机器人象征着高科技，说明未来的小布谷村会越来越发达。然后这一条路虽然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是它形成了两个字小布，这就是我们创作的这一幅拼贴画。好，现在两队同学的介绍都已经结束了。好，同学们请闭上眼睛，双手捂眼啊，不能看啊，不能看啊。评委们请投票，请站在您认为您更喜欢的作品的队员的身后，我们就认作您把票投给了那一队。好，请投票，队员们向前一步走。好，我们现场有十一位评委，哪队获得了六位评委或者六位评委以上的票数，就可以赢得这轮比赛，并且获得今天的冠军。现在评委投票已经要结束了，你觉得你们后面有多少人？你觉得你们后面多少人？没多少人吧？没多少人。你觉得你们后面多少人？没有人。没人。有人。有几个人？五个。五个，五个你就输了，你还那么高兴？六个。六个。好，我数到三就可以放下遮住自己眼睛的双手了。一、二、三，请睁眼，你们赢了。第五轮比赛，运动小将队获胜。好了，我们今天的五关游戏已经都结束了，通过了紧张的较量，到最后时刻分出了胜负。今天获得我们比赛冠军的就是我这边的运动小将队，恭喜你们！哇，冠军的荣誉证书送给你们，送给你，恭喜，恭喜！当然了，艺术家队表现得也非常出色，讲得也很棒，三字经背得也很好，第二名的荣誉证书送给你们，谢谢，谢谢，加油，加油！继续努力，谢谢，谢谢。好的，两位同学也同时获得了一米天下工作室为你们提供的我们的芝麻开门的笔袋，谢谢你们，好好学习。哎，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的小布谷村漂亮不漂亮？漂亮。今天玩得开心不开心？开心。下次挑战大现场还想来吗？想。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在不一样的现场带给你特别的挑战。我们的现场已经为你做好准备，电视机前的你也想来挑战吗？今天的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再见。一起走牵你的手。